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ole。 我会想要拍这部影片的原因是我又更爱我自己一点了。不管是几岁都要好好呵护自己，尤其是由内而外的保养， HH 草本新境界都为我们设想周全。我自己现在是31岁，也是因为生完小孩之后呢，更重视自己的私密肌的健康，也因此接触到了 HH， 而进而认识到我现在每一天吃的美丽金三角。从脸到身体再到私密，一次全部帮你顾到好。胶原蛋白呢，帮你烹润亮颜，益生菌呢也让你排便顺畅，蔓越莓让你私密清爽。目前呢，我使用过一次之后呢，就是持续使用了，就是这罐蔓越莓益菌青春胶囊。专业营养师啊有说过，只补充普通的蔓越莓是不够的，就是要蔓越莓再加上益生菌的搭配才会更加分。34倍高浓缩蔓越莓精华抗酸植物性胶囊，采用专业双制成包埋技术保护益菌，通过人工胃酸的比例高达 93%， 搭配150亿私密益生菌、珍珠粉与胶原蛋白。 HH 呢给我们女性双管齐下的呵护，改变细菌重生态，调节生理机能，让我们能青春美丽动人。胶原蛋白啊，是会随着年龄渐渐的流失，尤其是生完小孩产后流失的无比快速。胶原蛋白呢，就是要维持我们的烹润亮颜的关键哦。这一款胶原蛋白益菌高纤冲泡饮含有 5000mg 胶原蛋白生态，采独特 WK 两阶段纯化技术，更适合被人体吸收，还能保留有效的关键生态片段。另外还添加了赛洛美，还有葡萄糖酸锌，也因为他们采用的是日本大肠新田的胶原蛋白生态，可以耐121度的高温，生理期想喝热热的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当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加入冷水或是冰牛奶，因为完全没有腥味，所以很百搭。而且光是本身口味还蛮多可以选择的，气色养好了，上妆可以减少很多复杂的动作，反而让底妆更服帖。再来呢，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空腹必吃的益生菌高纤粉。益生菌呢可以帮助消化，蔬果双酵素有助于分解食物，膳食高纤则是呢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使排便更顺畅，三效合一，顺畅更有感。里面还有7种肠胃道益生菌，出厂值呢高达了1000亿只，比营养师啊建议的每天100亿只足足多了10倍哦。重点来了，采用特殊多层的包埋技术，98.3%呢顺利通过人工胃酸，效果呢更有保障哦。它总共呢有3种口味，一种是原味，还有凤梨橘子，第3种是奇异果。我自己偏爱凤梨橘子的口味，因为它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，而且啊它的热量超级低，加上呢它满满的膳食纤维，还有水果酵素，就是促进肠道的蠕动。与朋友啊相约吃大餐，其实我真的都不怕，加上晚上睡前再吃一包帮助消化，之后呢早上了可以帮助你坐在马桶上非常的顺畅哦。好的东西我才敢分享，尤其是我真心的喜欢并且现在目前还正在使用中的。我也希望各位女性朋友们也可以更爱惜自己，投资对的东西绝对给你有好的反馈哦。现在呢注册会员就送你250元，官网啊其实都常常会有那种特惠或折扣给大家那种活动，像之前啊我就是趁在官网上面有2件5折买的，真的便宜划算很多，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官网看一下他们随时的最新的活动，所以去关注他们官网还有粉专的最新动态哦。